哎，还有一个投资者，咱们投谁？刚刚还有一个细节。刚我们发现地底下有柠檬籽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笑，就何老师。这还有，裤子上两颗柠檬色儿。 什么鬼？我在看我身上是没事。你也在找籽儿啊？找籽儿？找籽儿？那我投何老师。来吧，何老师。来吧，朋友们。遇水则发，何老师。又是这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对不起，何老师，我是猪队友。 好凉啊！来吧，一二三，呀呀呀呀！你俩乐得太开心了哈，他是因为半天没摘眼罩吗？还是不是？他是这样在看，他一直没看到我。 其实我刚才不是在找我身上那个，是因为我实在来不及吃完了。咋吃完嘛？我就怕我就差就是边吃边哎，<笑>味儿很大。然后没想到柠檬吃完之后，它会分泌唾液，所以我说怎么嘛？<笑>然后摘下眼，这时候何老师嘴巴是这样的，怎么了？<笑>张开的，太损了这个，太损了你们，这过分是，太好笑了。 3v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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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v3
以泼和打。哦，我们自己拿盾。可以泼任何人。哦，可以泼任何人，但是我们俩不能动手。我们俩不能动。哦，加油啊！我就直接从这下面上水了。我直接这么玩，可以不？这下面上水好像快一点啊。好，来吧，这回真的水管够啊，水管够，水管够了，水管够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弟弟和大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紧张喽，来，我们先攻击，开始了久违的游戏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看这边！耶！耶！呜呜呜呜呜！看这边！啊！我终于破了小兵了！呜呜呜呜呜！第一把就出师不利。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摸到了，没人，我以为你会。哎，我觉得这我保护你了，但没保护上。看这边，没保护上。我会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哎，我觉得这时候就应该含一口水。来，保护上，来不来吗？快上，来，赢的，来，你上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二一，看这边！搓搓，卡机！小天，真的快！看这边，搓！看这边，搓！哎呀！小天，真的快！哎哎哎呀！这个是真的狗，真狗！你是真的狗，你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狗。对不起，弟弟。哇，眼前一黑，我得
鼻腔一呛，刚才那一下，你看，一点没浪费哈。哎呀，我得练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得练一下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很多水都洒在桌上了。是，一比一啊，练一下，行啊，拿它练呗。那不行，来点水，哎，来，一比一平，韩俊次进攻。行了，下把该大哥了。来，来，我好怕。咱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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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一看这边。咱一看这边。好，二比一。不是干嘛的？没有。好，等一下，没有任何人泼我，一直有水枪在滋我。后面那俩，谁呀？不知道是谁。哎，等一下会换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会换人哦。不知道，水枪不长眼。会，不是就一把吗？哎，我看看。会换人 ，no。好，二比一，还是大哥进攻。来，大哥加油！来，大哥拿回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你看这边，来，你看左边，看这边，来，你看这边，大哥拿回来，哇，看这边，哇，哇，哇，没我的事儿，行，没我的事儿，行。怎么还有延后呢？啊、纷争开始了。怎么还有延后呢？我的妈呀！为啥呀？因为他刚刚给他来了一拳，他阴悄悄的泼我，阴悄悄的，哎老爷，阴悄悄的，都别慌，我发现最激烈的，最激烈的根本不是游戏里面的，来，王鹤棣进攻好了，来，哇，哎呀，咱们拉回来了，哎呀，醒醒，该我了，这把。这把了，就这把了，先玩吧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有桌子这个东西？不是，为什么？那对上来呀！哇！来，准备啊，站在高位啊！师傅，准备好了。看弟弟的下颌线。哇！你怎么又是黑脸呀？你怎么又是黑脸呀？又生气了？又生气了？墨汁儿又生气了？又黑了？来，来啊！来，准备，来啊！准备，来啊！准备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哎呦呦！耶！你这是不是？还有下一轮是吧？还有下一轮是吧？下一轮啊！还有下一轮吗？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可以，算了，继续，算了，继续，下一轮，能不能算了？
来，干！来，先摆桌子，先摆桌子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站着桌子。好，那我就站着抢三，好吧？抢三可以。这一轮何老师和老秦在场外拖。嗯。嗯。老秦。扒了我。老秦。来，大哥，就那边，那边，中间小丁。完了。我俩玩。我俩玩。嗯。哈哈。玩的人有压力，哎呀，没地方躲，等一下，别摔跤，注意安全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布，布。是什么游戏？还是这个游戏？只是没桌子了，被你们玩成这样了。大哥问什么游戏？拿啥呢？还有水呢。咱不是用手吗？不都？这怎么了？那我也来一杯吧。来一杯，来一杯。只能打输的那边是吧？对，只能打输的那边。像一个 club 一样，像个 club 一样，大家。来，大家，来，那咱们就准备开始嗨了啊！开了，大吃大吃，动次大吃动次大吃，你刚开了，动次大吃，你刚开了，大吃动次大吃，三二一呀，看这边。看着边，看着边，过的人，过的人一定不能反抗啊！我们刚刚一点都没有反抗，哪有反抗的余地啊？没事，赢一把，没事，赢一把，赢一把，迪哥！我刚视线提前走了，我感觉到了，好烦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看这边！哎呀，好烦，好烦！你好快呀！我好快呀！哎，来。三二一呀，看见没？哎，三二一，看那边。哎，快一点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好球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一比一平，一比一平了，决胜局了，决胜局。我们这个湿的程度不像才一比一，决胜局，决胜局来。决胜局，输的那帮人站在那儿罚站三十秒，挨打要立正。对对对，挨打要立正。罚站三十秒，好，来决胜局啊。行，加油，加油啊，迪哥，加油啊，兄弟。我不怕他，我不被受他影响啊。加油啊，小丁。小丁要赢啊，小丁要赢啊。好紧张，来吧。我哪儿都不看，哪儿都不看，我哪儿都不看，我傻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迪哥，迪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远，安全距离。30秒，没事。30秒，我判定了。三二一，坑呗！三二一，坑呗！走！三二一，坑呗！浇了个刘海出来。
笑了个流汗。我干了，我刚刚干了个特别傻的事儿，我还想说，哎，背面没有人进攻，我到后面去打吧。一到后面，哇！哎呀！一到后面，哇哇！什么？完了，黑汤，黑汤。又来黑脸，又黑脸，别黑脸，别黑脸啊！每次团结弟弟都黑脸。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太线路吗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吗？线路啊！哇，脸好黑哦！你怎么又黑脸了？又生气，又生气！朋友们，朋友们，这里水慢慢有点凉了，我们去泳池玩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？突然觉得不化妆还挺明智的。你直接没化哈，太爽了。好聪明，太聪明了。你好，星期六，精彩的耶！好的，夏天当然少不了要玩水了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山谷的恒温泳池。刚才我们都玩什么了？刚玩过。泳池也是我们航六团建的必备项目，遇水则发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里进行什么呢？好，我们首先进行第一个好六团之间的默契答题。哦吼，完了，直接惩罚吧。我们答题的规则就是，我们现场互动分为两轮，每轮四人出战，一个人作为答题人，其他三位成员猜测答题人的答案。答题人要在其他三位队员中选择一位，同时揭示答案。如果答案一致，则两人各积一分，另外两队队友接受落水惩罚；不一致，则两人接受落水惩罚。没关系，随便玩，我有免罚卡。嗯，你不是，我随便玩，我乱玩。来，态度太不端正了。我瞎玩呗，随便玩，不知道啊，我乱写啊。好气啊！我们截止到现在，大哥、弟弟之前有分啊。老秦、小丁、柏林各记一分，何老师和雪琴零分。为啥呀？刚刚玩三二一和贪吃者的那个积分总和。哦，那个有在计分的呀，那还有分呢，有分有分。哎呀，我怎么随便玩就得一分呀？哎呀，好讨厌！推，我能给你推下去吗？哎，如果七个人都想把其中一个人推下去，我觉得是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控制住了所有人呢。我觉得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吧？那真的控制不住吧？真的是，好了，你有免罚卡，好了，尊重一下这个操作。好，来吧，第一个答题的是哪位？我们第一轮是。杨迪、谭健次、丁程鑫、吴泽林，这么快就得失了。我下去拽他们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好。他们来拽啊！他们拽，那我们答对也没用啊。你看看，我先下去了。把绳给我们吧。大哥，你吃个劲儿，大哥，你吃个劲儿啊！三二一，哎，我们后面拽的朋友们要听我的口令啊，不能乱拽啊！这样绷直吗？哦 ，OK 了，马上。我感觉是直接就栽下去了，来吧。好，我们开始第一轮，答题者是大哥，请听题。谭健次，请问你觉得你能接受的最大恋爱年龄差是多少岁？这不可能答对。最大的年龄差，最大年龄差，100岁。年龄差。如果要这道题答的是他写出一个年纪，让我写看他。好，请大家各自作答。这好难啊！哎，我有招了，我有招了！不要说话，再说话，再这个释放信息，我就把你拖下来。写完了，没事。写完了，写完了。好，请大哥选择你认为跟你答案一致的成员。
我选弟弟。啊，选弟小弟儿。公布下答案。什么呀？好，那请泽林跟迪哥先公布下答案。不接受。不接受。You what？ 不接受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能有年龄差啊？对，不能有年龄差，必须一模一样的，同年同月同日生才可以啊。这是要拜把子吗？金童玉女。迪哥写的多少？真爱战胜一切。哇，这个好感人。都行，只要爱了。你写的啥？六。哎呀，我理解错了，我理解错了。你理解是对方是多大？我理解的是对方多大年纪？对方多大？我重新写，重新写，重新写，你这都看完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写了，不是，关键我写了个十八，是一百。这有点差太多了，只要成年了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弟弟选的多少？我觉得六就可以，六岁。啊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！哎，谁呀？谁呀？大哥和丁程鑫，你放下那个答题板，你要走了。大哥，坐稳了，坐稳啊，别掉线啊！呀、啊，捏鼻子，捏鼻子，小丁，小丁捏好鼻子，听口令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爸爸，爸爸，不是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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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别，不要爸爸，不要丁，干嘛呀丁？大哥。刘大哥，刘大哥，为什么会有爸爸的事儿？来，好，听口令。尿鼻子了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你！救你！救你！捞你！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哇！走！走！哇！下去那一下确实吓人。你救我了吗？救了，救了，救了！第一时间把你捞起来了。下去一下以后就好多了啊。关键还要再来。